仲报下报下呢天气啊，真系好搞笑啊！过往嘅多伦多咧，冬天十二月啊、一月啊咁都严寒嘅。而家一月廿几号啊，一月廿几号就嚟二月都嚟啦。咁啊，像样啲嘅雪咧系落过一场咁大把啫。咁咧今日。整日咧徘徊喺一度至到三度啊，零上啊，唔系零下，咁啊全日都系毛毛细雨咁样。预料咧今晚开始咧会继续落雨啊，雨势有时颇大喎，加埋咧有成二十寸雨水喎，我唔知道有冇听错，雨二十寸雨水啊，哇佢嗰个水量都好惊人啊，嘘声咁倒成尺。成尺喎，一尺先十二寸系咪啊？哇，倒成尺水，有冇咁犀利啊？我希望我自己听错啊，如果唔系真系点讲啊？好似洪水啊嘛，大佬，听住先啦。电台咁样讲啊，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咁靓强咧。咁听日啊，再为大家再报下啊。我听错啊，定系咩？定系真系咁犀利？佢话呢场雨连续系咁落，会几劲噶喎？信住先啦，即系希望冇咩大镬嘢发生啊！好啦，多谢收睇，欢迎订阅。咦，今日多咗两个人订阅，多谢，又有啊追云啊留咗几只字喎。大家留下言啦，交流下留言非常之好啊！